看着两个家伙还在房间里面练舞蹈呢，咱们来看一眼，练的咋样了？八九不离十了吧？对。可以拍视频了吗？可以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去我的房间里面跳。嗯，走。先从科目一开始跳呗。行。等会十个连起来一起跳。嗯。等一会看看你俩谁跳的好看啊！你可别拖我后腿，你跳的比我还难看呢。你跳错了，你跳错了。先生往左边了，那你先，你又跳往右边。没事，跳都行吧。好，重新来，重新来。这第一个就没配合好，再重新来一遍啊！嗯，预备，开始。你也快呀！哎呦。还能不能跳了？能，一点默契都没有。你快呀！完了完了，科目二了。这么快啊？对，对，一个一个来的。完了。我的妈耶，这就两个才不到十秒钟就完事了。对对，那接着来科目三吧。行。怎么感觉那么傻呢？这个科目四跳的还有一点点感觉，有点进步啊。嗯、接下来科目五。好。这个科目六跳的还行啊，接下来呢？科目七有点不大熟，你看见了？不是练了两天了吗？嗯，试试。就这么简单，两个动作。我的妈呀，这怎么跟洗衣服搓衣服似的？好久没跳，又忘了，再看一遍再跳。你俩是来扭秧歌的，一点劲都没有。跳东北秧歌。跳舞的时候要带劲儿。啊，知道了。蹦蹦。你们来给我学一下，我在欣赏你们舞姿的时候是啥表情？咦、yeah. 我真的是含着泪看完的。接下来科目十能不能跳得得劲一点？能、no! 往前来来，好，开始了啊。得劲吗？你能不能跳得齐一点？啥也不是。我的天哪，就你俩这跳舞真的是啥也不是。你俩再从科目一看到科目十。会了会了，来看了，成功必须一次成功，奥利给，开吧。科目一到科目十啊，连起来跳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刚才怎么跳？
的亲娘，你俩摸鱼吧？不不不，我们俩跳好多了吧？马勇，虽然你跳的前面，你动作都不标准呀。你会都不会？那会不会跳完了呀？你再来一次，肯定全对。不来了。来。我不想陪你们玩了。来玩。我的两只眼睛已经看不下去了。没事，你闭上眼睛呀。我的天哪，这就是你们两个人练了两天的舞蹈。我们又没有舞蹈功底，我们自己练的，标准量已经不错了，好吧？一点劲都没有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妈，跟大猩猩差不多。棒吗？